本田人的殖民地。北海道大的人叫做爱奴族，爱奴族伊讲的日本话啊，是甲前主席日本是无共款的，伊有家己的语言、家己的风俗习惯。爱奴族的定义是吼、日本的原住民呐、啊。所以迄个时阵，日本天皇、日本政府，让伊遐国际化的朴俗，让伊有家己定一个制度，予迄爱奴族的人先予伊皇民化，对改姓名、生活习惯来改变，啊了后。在底下实施宪法，实施宪法以后，就照万国公法，日本天皇、日本的这个帝国，摕着这块土地来改变作日本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，是安尼来的。啊，所以日本那阵这个殖民地是可以割让，但是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，在国际法里底是绝对不可能让你割让的，就是割让，那爱摕到等于，干那袂出心情什么？今日。迄、那个加沙走廊，以色列去甲占，六日战争以后去甲占，占了38年啊！这个加沙走廊有土地无？有啊，加沙走廊啊，有人民无？有啊，有人民呐、啊，有以色列甲阿拉伯的人啊。啊，过来，伊有迄、那个伊有国家无？有啊，以色列的国家。但是呢，伊这个所在永远不可能变成国家，原因是啥？你讲占领较久，占领不得移转主权，所以占较久，全世界国家讲以色列你要搬走，所以加沙走廊他一定要他离开，原因就是今日中华民国占领台湾，占领未当移转台湾的主权，所以中华民国已经要离开台湾，啊，无欢迎你哦。喂，你唔通干那听尔呢？啊，你敢试看你的反应怎么样呢？我中华民国要离开台湾，哪会讲？我足欢喜的啊，是不是？是。中华民国占领台湾，你即摆离开啊？你中华民国台湾无交乎你呢？旧金山和平条约，为第一条到27条，无一条写讲台湾交给你中华民国呢？这个旧金山和平条约啊，要较认真甲看啊，敢若有4条爱看尔啦，我不能是敢若讲3条啦。第一条就是第二条啦。第二条 ，Japan renounces all right, title and claim to Formosa。你敢那安尼个读过吼？灵魂呢？啊那翻译做汉文哦，日本放弃台湾主权，灵魂呢？啊那讲灵魂，我你敢那看英语你就知道，来，好出来，你也看哈、哦。Japan renounces 放弃 all right, title and claim to Formosa。A L L 后边英语嘛，拢读过英语嘛。后边爱加啥 ？S 爱不？哎，啊，恁拢读英，拢捌读，为卖讲小学啦，为初中就开始读，大家拢英语拢偌好呢。啊，这样你有看嘛？卖讲邢老师啦，这足基本的嘛 ，A L 后边就爱加 S 嘛，复数嘛，对不对？奇怪呢，这个叫今天和平天无加迄个 S 呢，好奇怪啊！啊，印唔对啦，这中国人上爱讲安尼讲诶。S 没有加上去，台湾人无去研究呢。啊，而且这条以后，你甲看国一个真奇怪，1947年2月10号，意大利条约，意大利嘛有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啊，第23条来，我先甲看一下，你甲看23条，意大利条约23条，意大利 renounces， 意大利放弃 all right entitled to， 后边迄边看就是佛尔摩，迄个索马利亚。意大利放弃索马利亚，放弃两个东西，一个就是 right， 一个是 claim， 有无？嘛不加 S 呢？你有注意无？啊，是奇怪哦！伊放弃这两个，含日本来放弃台湾的3个奇怪东西。你若讲台湾是日本的殖民地，啊，你为什么只有放弃3个？啊，意大利放弃迄索马利亚，索马利亚是意大利的殖民地，啊，那放弃2个，原来啊，原因伫倒里呾？因为这个 claim 就是日本政府、日本的帝国按照万国公法，在1937年实施皇民化，和台湾人改姓名，同时这个改变咱台湾人的一寡生活习惯。台湾以前无卫生，你知不知？以前哦，瘟疫足多呢，什么病都有啦。哦，哎，这什么病都有啊，所以迄个日本人啊，接收来台湾占领的时阵啊，接收台湾啦、啊。迄、那个日本的亲王都破病死的，台湾的病患偌厉害都，落尾啊，伊用台湾的迄卫生环境啊，改变，咱即个
今日安尼，迄当阵咱台湾已经伫日本统治之下，已经是全世界一流的国家，你知不知？啊，即摆唔知变作几非流去啊！所以吼，你要看这差偌济就好。来，过来，国民法一实施以后，到1941年的四月七日，1945年四月七日。日本天皇说不，台湾实施日本的明治宪法，让台湾人有参政权跟参战权。这个内底啊，参战权就是什么？让你台湾人当做兵，你唔能叫是讲哦，全世界叫你去做兵哦，迄无意义呢。做兵有一个效忠问题，你做兵纯效忠日本天皇、效忠日本帝国，这表示讲你变做日本人，变做日本的臣民。啊，这个参政权。那你等有派三个参议员、五个众议员去参加日本的国会参政。这个一月份哦，都已这个出征半年的时候哦，都已经去参加日本的那个国会内底，而且为台湾的那个议会哦，去开会都去参加。所以有人讲哦，哎，1945年四月七日，啊，1945年的8月15日，日本天皇投降，安尼个四个半月两年无遵守。啊，真简单，我甲你讲一个观念，你就听好。你甲恁太太昨已经结婚，啊，而且去登记啊。今日冤家，冤家，恁太太甲你，你就甲恁太太讲，啊，我歪你啦，安尼咱昨个结婚无准算啦，安尼会使无？那会使，举手看看。恁拢唔敢啦，恁若举手了，恁甲恁太太讲，袂使的啦。就是结婚啊，已经实施，已经去登记啊，歹势吼。迄个已经变作你法定的太太了。同款，日本天皇直接实施宪法，台湾这个土地就变作日本天皇照办国公的规定，变作日本天皇的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。问题是发生伫倒？战争以后，旧金山和平条约，迄当阵波茨坦宣言，宣言是叫做 declaration， 跟迄个开罗宣言同款。先讲波茨坦的 declaration， 伊讲啥？伊讲。你若战争好结束以后啊，即、這个讲要将台湾要来交予即个做中华民国，我甲你讲哦，这是未通的啦。安那讲，因为伊签迄个开罗宣言、甲迄个波茨坦宣言是伫1943年、甲1944年，但是日本天皇真巧，伊伫1945年四月七就实施，伫伫台湾实施宪法，所以伫迄个时阵，台湾还是殖民地，但是1945年日本天皇抢先宣布。拍摄哦，我伫台湾要实施啊，即、這个做宪法啊，所以伫迄个时阵就已经马上变作日本天皇的土地啊。啊，所以即个开罗宣言加即个波茨坦宣言是进前的时阵，因无人咧笑想讲哦，啊，那战争以后我变成台湾来搞什么人？迄当阵因为可以割让，因为殖民地嘛，但是变作神圣不可分割的不可以割让。当时开罗宣言有一点。开罗宣言当时蒋介石甲人答应的时阵哦，又同意一件事情，就是讲，伊呐进行以后，伊要将台湾，这个台湾这块土地啊，伊讲要大家要献予中国，迄当伊先来讲，但是后尾变作神圣不可分割的时阵，伊就无法度啊。迄当阵蒋介石佫有一个答应，伊讲哦，我们中国绝对不会侵略外国，这是做条件。好佳哉。毛泽东啊，救到台湾呢！伊伫1950年呢，即个6月25号向南韩啊进兵，啊进兵哦，所以杜鲁门啊，6月27号宣布讲啊，台湾地位中立，台湾地位要解决，都要等到太平洋地区和平解决以后，再来解台湾的问题。啊，所以伫迄个时阵，即、這个代志。你讲安尼，阿妈有一个证明啊，要全世界要同意呢。有，迄个时阵呐、啊，周恩来向联合国提告，伫1950年的12月，伊提告讲哦，美国侵略了中国的台湾，就交予迄个联合国。啊，联合国讲 OK， 你中国人安尼讲，你提出证明来讲，台湾是你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到今日他拿不出来。但是当时美国国提出的告诉就是讲，中国侵略朝鲜，联合国表决通过，证实讲中国侵略朝鲜，啊，所以中国侵略朝鲜
这一件在法理上面的意义，就是因打破了蒋介石东西，因为签开罗宣言，他就同意了。所以不管你开罗宣言，你有签意不签意都没有关系了。西方的国家吼，唔免签意都遵守的，握手，按遵守啊。啊，我无签意，拍摄你有握手无？有，按遵守啊。所以因为安尼呢，美国才讲安尼，我台湾唔免交你中华民国。是为遐来的，整个的演变就是安尼来的。但是因为哦，美国因为被模糊咱台湾，因为模糊台湾，因为美国的好处，要哪好处？伊甲你模糊台湾，啊你目睭隔一边，吼蒋介石将咱台湾人甲留去做兵，来做美国的防线。所以美国是真歹一个国家呢。在白人哦，我讲，因家己本身当作因是红蚂蚁。啊，将亚洲的人啊当作黑蚂蚁，所以咱比黑蚂蚁还要不如呢。因为中国人一个来讲啊，中国人啊变作红蚂蚁，啊台湾人来去做兵，啊因为这个做兵是美国有符合伊的意思啊，啊美国人免做兵啊，啊让你台湾人去替伊做兵，去过门啊，安尼那唔好，啊刷入去呢，伊个定一个台湾关系法，台湾关系法为什么在1979年的1月1号开始生效？因为1979年诶。1978年12月31号，中华民国甲美国断交啊！啊，断交以后，这个战略问题要哪解决？伊都爱搁签物件呢。啊，签物件伊就签啥？用一个台湾关系法。台湾关系法伫1979年4月签的，通过，通过以后追溯到1月1号。这法律真少安尼写的。伊个追溯1月1号就是啥？要甲接起来。本来是中华民国占领台湾，啊，1912断交以后啊。无法度接嘛，啊！伊嘛来追溯，啊，就接起来。啊，你接起来，台湾关系法内底讲的物件，变成台湾当局。啊，这物件佮看着佮讲佮今日咯。咱今日咱已经派咱的台湾民政府、台湾政府的大使去伫华盛顿 DC 呢。这个华盛顿 DC 到顶礼拜为止，美国所有单位拢佮通知，即嘛遐单位称呼咱的大使林德兴啊。改称呼下台湾 Ambassador， 台湾大使。你唔通就是讲，这是头一次台湾的代表可以称呼台湾大使诶。中华民国派金溥聪，敢有改叫做大使？没有呢。中华民国民进党吴钊燮代表去伫华盛顿 DC 一年。开1000万美金，一共诶，也没有称呼到台湾大使。顶礼拜，金溥聪公开宣布，伊讲，我们现在已经跟美国台湾事务处啊，已经在洽谈啊外交使节的洽白。而且可以得到外交豁免权。我看到这个消息，我有惊一跳呢。我马上跟那大使讲，我拜托哎，请你马上问美国国务院有没有这回事情。伊马上打电话，打去国际那个台湾事务部，问那个主管，伊甲问啥？伊讲中华民国的报纸写讲，金溥聪含你。国务院的芭芭拉就是那个查某的，伊讲已经去洽谈迄个车牌外交豁免，敢有这个代志？伊甲咱的大使讲一句话，足趣味的，听好清楚。我过几日开记者会，伊讲我们美国国务院里面的职员没有一位叫芭芭拉，这中华民国讲白痴啦！你们该拍手不拍手，你拢搞不清楚呢。我讲伊讲白贼，你拍手是啥意思？啊，好啦好啦，当然吼，当然拢拗啦，拢拗啦。即摆讲拍手都拗啦，安尼我永远搞不清楚你是赞成还反对啦。所以吼，我当然有够巧，有无？啊，有够巧，拍手。所以我跟你讲吼，中华民国一直拢在骗啦，一直骗啦，骗啦，骗啦，啊，干那骗来？这国讲咱是台湾民主是
诈骗集团。哦，现在听到足可爱呢哈！啊，所以我唔就昨有甲恁讲过啊，还是咱的学员教的。伊讲中华民国替你证明啊，你来唔知？哎呦，我来唔知，我安怎证明？啊，你来卡卡一六五啊，一六五来这安那？你敢问讲台湾民政府是不是诈骗集团？我甲你保证，伊甲你讲不是。其实唔是跟他讲不是呢，一个一张文啊，我有迄张文啊，内政部出来啦，讲台湾民政府、啊。哎，伊讲样，哎，伊无甲你讲吼合法啦吼，伊甲你讲吼不是，哎、欸，不是，哎、欸，不是非法的组织啦。伊头脑真好，伊那是照国际法来，不是非法就是啥合法嘛。啊，所以你就敢来啊嘛，啊，所以自己砰就这多人咧看。所以我讲吼，这个啊，这二月，哎、欸，这个22、23、24的迄个高级班，你要先报名，啊，那无时间一到哦，那边截止，啊，不过客家的人哦，咱就去用骂啦。啊，我不记得，我真的不记得。我跟你讲吼，咱一点那个时间到要截止了，因为吼，因为我都爱，我爱代表咱的中立，代表咱的议长吼，对这边吼，这么多人吼，和你吃物件无方便，大无方便啊，给咱回信了，好不好？对不起。好啦好啦，好多谢啦哈。因为吼，确实我这是有影啦哈，啊，所以我有嘛那个搞那个啊，咱的。那游、個，游先生啊、哦，农庄的迄个庄主哈、哦，我讲吼、哦，伊讲安尼啦，安尼给你补偿啦。高级班的时阵哦，我一个人上一个迄个价值一两千块的捕蚊灯啦，安尼好冇？拍手啦！哎、欸，有滴空啊呢，你若拍手，伊就袂当后悔嘛，对不对？搁再一摆，好，哎、欸，迄收分啊，哎、欸，一粒一两千块呢。未少钱呢，啊有迄个度量才有法度呢。啊，那咱有其他人，若要送的，我当举手来，我也替你宣布。我继续爱讲，因为我法律一定爱讲，互恁清楚。因为普迄个初级甲迄个高级的法律是不太一样，因为台湾问题非常的深。但是我先讲一个简单的，互你知。所以1952年9月8号签这个，1951年9月8号签了《旧金山和平条约》。第二条 ，Japan renounced all rights and title and claim to Formosa。日本呢，吉田茂当时签迄个合约人，伊伫1963年又写一本册，叫做《The War in Japan》。伫伊283页内底讲啊，真清楚，我日本政府没有放弃台湾主权，我只是放弃台湾的主权权利。你听有无？日本政府无资格放弃台湾主权。这个主权上的日本天皇的，日本若要放弃，干要放弃啥管辖权？所以这个代志，你感觉引申到最近希拉里所讲的对钓鱼台的态度，伊讲我们美国坚决承认日本政府，伊不讲天皇，日本政府对于尖阁群岛有管辖权，但是对于尖阁群岛的主权立场，我们美国不表示意见。国共击败，他们承认，对美国承认，对于钓鱼台、尖阁群岛有管辖权，但是对于钓鱼台、尖阁群岛的主权立场，美国不表示意见。一句话讲四摆啊，讲这句话你若无上课，你绝对听无。一句话就讲啥，主权是谁向日本天皇啊？阿姨吼，我爱甲讲吼，阿遐推阿面的中国吼，就在那哭哭掉啦。讲喂，安尼我有机会啊，伊没有机会的啦。其实中国一直咧笑想，这个钓鱼台，不是咧笑想钓鱼，伊咧笑想台湾啦。安怎讲？我那在咱的高级班，我就甲您讲，其实即马美国所安排是对中国甲包围起来，为这个福海岛吼，北方安尼直甲砍到东南亚，安尼说一个 C 字形，中国好包括你内底啦。啊，这中国伊不爱好出来。所以中国伊无出海港，伊要出海港，干哪有三个所在？第一个钓鱼台这条线，第二个南海，第三个是印度洋迄边。啊，那这几条线叫包起来以后吼，中国死硬硬了。你看吼，中国到今为止，伊的部队上南的是啥？海军。啊，陆军伊当然较好啊，那伊都一干干拢伫遐咧走来走去的嘛。但伊若到了海吼，伊就无法度了。你看伊。
伊个去去台湾的时阵，是因为哈甲午战争。甲午战争的时阵哦，中国的武器哦，太平迄个是什么舰队啊？北洋舰队哦，其实伊北洋舰队是比日本的舰队哦较强呢，军迄个较好呢，设备拢较好呢，买新的呢。啊，一个开舰哦，开舰哦，啊，日本一下就给倒去啊。所以迄当阵伫旧年、前年啊，伊伫刚刚你讲台湾的问题的时阵啊，让日本的这个海军的主席就讲一句话：如果开战，24小时里面，我会把中国浮在水面上的船只啊，一律击沉。啊，厉害不？啊，你讲很奇怪，敢有可能？我跟你讲有可能，你不听我？我跟你讲秘密。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迄时阵啊，伫迄个战争的以前啊，伊是全世界伊的所有的部队来讲啊，伊的武力是世界的一流，美国是二流。所以发生战争的1941年的12月7号去偷袭珍珠港，袂当讲偷袭啦，应该讲奇袭啦，奇袭啦，雄雄伊唔知影去甲拍啦，啊伊嘛无算偷袭，为什么不算偷？因为伊有上迄个宣战的迄个开战的迄个证书去美国嘛，问题是万半点坚固啦。哎呀，唔是啊，伊的密码啦。所以伊密码吼，拍好大赛，讲叫伊翻译哦。啊，大赛啊，唱歌偷偷流，这尼啊重要，万半点钟够翻译嘛。伊爱用迄个密码啊，甲翻译做文书嘛。啊，等到人美国吼先知影，所以美国的军方才先知影讲，日本要向这个做美国宣战呢，日本帝国要向伊宣战，伊知影呢。但是吼，伊怎啊解释？伊就袂让伊知啊。但真正做出来讲伊知啊。啊，但是确实有影万半点钟够吼。加上迄个开战的宣战的迄个宣战书哈，去美国的国务院啊，所以我讲讲，它不叫偷袭，它叫做奇袭，哈，奇怪的奇，奇袭。奇袭的时候，伊真成功，一两天出，两天出的迄个轰炸机啊，去甲轰炸遐港口啊，抬甲密密麻麻。但是伊个迄个叫做南云啊，诶，迄个大将哈，后尾迄张伊为着哈，要保持讲。一见你啊，迄个记录啊，所以后尾啊，因就找到迄个美国航空母舰的时阵哦，伊这个做飞机哈、哦，零式战斗机啊，要挂鱼雷，还是要挂迄个啊做轰炸迄个炸弹哦，伊一直决定不下。后尾啊，伊改挂啥？挂鱼雷，无做第二次的迄个珍珠港的轰炸。其实我跟你讲，他做错了。迄当伊若是一个真正有负责任的战争的主将哦，伊爱搁在第二梯次哦去甲轰炸，而且第二梯次轰炸的时候哦，轰炸的目标应该他的啥呢？油槽、油啦、油桶啊。遐油桶哦，我甲你讲，予美国哦，伊无甲炸掉哦，所以美国马上就恢复，而且迄个造船厂啊，伊无甲轰炸掉，很可惜啦。迄当阵哦。我跟你讲啊，我讲安尼是有道理哦。伊若甲炸落吼，今日咱去统治中国呢？伊要统治中国，免叫咱台湾人吗？哇，咱来讲哦，中国是台湾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。这个都有可能呢。啊，真可惜，日本迄阵无甲炸迄个油、迄个油桶，遐尼啊侪油桶啊，无甲炸掉。啊，甲迄个船坞啊，这阵的遐工厂啊，无甲轰炸掉。啊，实在足可惜的。啊，若无迄当阵日本哦，诶，武力第一，日本的武力第一在台湾第一呢。你不要搞错，你们看你家己未起呢。啊，台湾是即摆变遮歹，是因为学着迄中国的碰风啊。拜老老实实，你若台湾会当国会哦，以前诶老老实实哦，台湾足够一道诶，我甲你讲。所以，因为无甲轰炸掉，所以呢，美国真短时间伊就恢复战力。今日日本。学美国学到够成，这是你册内底拢看袂到，因为这是美国家讲，我才知。你知影美国诶，这个日本哦，伊诶这个海军哦，有做真济迄个潜水艇。啊，伊就讲吼，啊，你日本哦，建书，所以你一摆服役诶迄个潜水艇会当做16只，就是伫遐咧走。啊，另外工厂会当阁继续做事啊。日本人哦，头脑袂歹，甲我同款。人伊安怎做呢？伊吼，伊迄个潜水艇吼、
做一年服役啦，出来一年哦，伊就讲啊退伍啦，甲封起来，放个横须贺的迄个海港。你知影伊呐，做一年就去休，就甲休一只，做二年甲封一只。伊即马内底有几只？120只以上。所以伊这只臭屁，开战24小时，120只航空母舰的潜水艇啊，走去啊，中国10只嘛死了了。安尼搞无？该开头阿哥咧。所以即摆日本人3月13日到3月17日5天4夜，要来喊咱赶快自己家来受训。啊，咱这征求，咱台湾人，咱在少年啊，我是高较高的少年，啊，唔是讲老的袂使啦嘿。啊，少年啊哈，我是讲要征求40位来参加，不过你参加爱钱呢，啊，爱10万块啦，啊，5天4夜啦，啊，一天呢要出去佚佗，啊，台湾人。40个，爱因20个，因要来上课，伊嘛要赶快，甲各位赶快接受严格的训练。所以日本人伫甲我怨叹，以前阮去台湾是伫统治台湾，即摆阮去啊，互恁统治啊呢？安尼好无？我讲哦，台湾人哦，所以我头脑你讲哦，台湾人头脑真好。我若你讲啥哦，台湾人反应嘛真紧，但是有当乌白反应。啊，我是讲实在吼，而且乌白反应，所以你后摆要讲话吼，咱日本人即摆吼，伫公开场所，伊未表示个意见，人伊会点点听。啊，即摆点点听，伊要你若讲，哎、欸、啊，你想安怎？伊一定安怎？日本人反应啊，伊马上安怎？问边个人？哎、欸，你讲安怎？安怎？安尼伊才来表示。即摆当然毋是啦，当然学遐中国人共款，人一个问哦，伊毋知伊嘛讲伊知。啊，中国偌强嘞呢？我讲中国偌强吼。伊家己的迄个参谋总长都会晓讲啊，美国超人叫来，你来参加我美国的这个军方的设备，伊家己开嘴讲啊，啊，阮中国甲这个美国吼，迄个武力相差30年，伊边的人安怎讲？上无50年呐，什么30年？相差50年的武力，讲我要来统治台湾，我要来打日本，这简直在开玩笑啦！所以一战哦，我甲你保证绝对袂战。啊！若要剪拢啊，嘴伫剪尔啦。伊袂堪要拍啦。美国军方嘛有甲我讲啦，要甲日本剪。我甲你讲，开剪了免5分钟解决啦。你啊看吼、哦，美国拍迄个伊拉克、拍伊朗的时阵哦，美国军队入去伊朗内底，入去迄个伊拉克内底时阵哦，你袂感觉讲拢总无看到部队伫抵抗，敢袂？啊！你导航拢一个军一个师安尼伫导航，为什么？你袂感觉吗？你若知影，因为咱在座吼，你无迄个军事专家啦。你若读军事，你就知影，部队要作战吼，是拢听啥上面的命令。上面的命令，甲你讲向东几公里，你就向东几公里。啊，无你也无目睭啊啦。那么一定要看中央的命令。啊，即摆伊拉克也好，阿富汗也好，因为中央安那一开战，5分钟都无得无呀。砰一下，再见。全拢没有接到命令，啊，没有接到命令里面啊，投降。所以你导航拢一输一输啊，就一个军安尼导航。所以美国入去内底啊，如入无人境界。伊伫拍到啥？拍到伊拉克的首都，才有零零星星看到游击队伫家抵抗。所以美国伫战争的时阵，死人无几个，啊，死人真正侪是讲占领以后啊，伊家己用趁伊无注意的，用迄种的。用奇袭游击军迄种诶，啊，若无美国看，若战争哦，伊未死啦。你啊看人伊即马无人飞机有啊，无人的轰炸机有啊。美国感觉讲人的性命真要紧啊，但是中国是搁啊颠倒头病，中共啊用民族主义给伊教育。哦，你著爱讲哦啊，我们是伟大的中华民族啊，其实看有中华民族，中国老早去用消灭去啊呢，即马拢是。所谓的他们的所谓夷人呢，是外国的异族呢。当时有汉人呐、啊，啊，即摆吼，咱去骗去啊。即摆就来讲哦，哦，台湾的同胞们，你们回到祖国的怀抱。啊，大家拢搞不清呢，就是讲你是中国人，伊想讲你中国人，因为你以前汉迄、那个清朝的时候，你去学的是汉迄、那个汉语嘛。啊，所以你就是讲。你是中国人，你唔相信？你叫迄个林玛丽甲你验 DNA 看卖，90%拢是
原迄个平埔族的啦。你甲看你的申请，咱即摆申请身份证，你的身份证内底迄个户口名簿啊，甲擦乌，你有看无？迄乌恁有人有摕着嘛？迄擦乌是啥？熟番呐，熟的啦，咱拢已经煮熟的啦。迄叫熟番呐，就是熟番啦，有受教育啦，捌字啦，迄叫熟番呐。啊，迄当阵因高山庄吼，歹势哦，叫做生番呐，因阿未煮好就对啦。啊，但是高山庄的吼，他们吼因的天性吼很活泼。吼，我昨有讲过吼，查某的水啊，查甫的缘投，即部吼，这高山庄的款。开玩笑啦哈，不过我讲实在啊，这高山族真正是非常优秀啦。但是高山族即马吼，和国民党吼已经不敢吼，拢失去信心了。第二次世界大战拄啊结束的时阵，高山族有120万人伫台湾，即马剩偌济？51万，51万呢？啊，所以吼，我听你讲吼，咱啊民政府执政以后啊，即土地吼，高山土地爱便宜，啊，而且呢，咱来帮忙他们。赶快他们恢复到120万，所以他们生一个补助100万、啊、你不能说我每天就要生就好了、欸、你不能笑啊，因为、哦、我们受训的时候，我们高三的同胞就在说、哦、那可以娶几个老婆，我问 你太太可以娶几个，所以、哦、高三的、这个叫做女同志、哦、越来地位越来越高，生一个100万呢，啊，老婆就说、啊、我都免做工啊，我来娶某就好啊。但是吼、哦，先讲吼、哦，120万为止哈，120万。啊，我希望讲要优生学。啊，台湾人讲吼，啊，我身边啊，我嘛伫希望讲吼，咱台湾，我自己的想法啦哈。我的想法讲吼，台湾的品种爱改啦，变哪改？来去东欧，东欧吼、哦，拢金塔毛的有啊，查甫查某，咱甲讲，你即摆讲。中国人来台湾读书，讲高中费30000块。我来讲，我来东欧讲，18岁以上的查甫查某，拿金塔帽来台湾读书，我一个月给你5万。啊，你若结婚的时候我去送你一栋厝，安尼好唔？安尼变偌久？台湾的品种拢变啦，大家拢金塔帽，拢讲英语。啊，即嘛中国人来过来，安尼讲无同款嘞。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，安尼好唔？你拍手的人哦，你无资格去娶某啦！我跟你讲哈，少年啊才有机会啦。啊，我是讲实在哦，我是你感觉讲吼，咱若与其讲要引进吼、哦、外口的人，引进较有水准的，敢唔较好？东南亚哦，唔是讲唔好啦，东南亚拢较矮啊，啊较乌啊。但乌矮较乌唔是破啊，我唔是迄个意思啊。我的意思讲吼，希望讲咱的这个品种哦，会更加小可个改变。所以大家个个拢像我遮个就无好啊，吼，大家拢真悬吼，啊，缘投安尼，安尼台湾阁有钱啊，我希望我较晚生咧。啊，我是讲实在吼，当台湾当安尼的时阵吼，啊，台湾就非常好。讲到这个旧金山和平条约嘿，这个第二条，即马大家知影，过来是爱跳来23条啦。23条就是讲，伊讲台湾。这块土地还是美国的军事政府占领地，啊，美国是台湾的主要占领全国 principal occupying power。 什么叫主要占领全国？这就像是什么德国那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和四个国家跟攻略，美国、法国、英国跟苏联、啊、所以苏联他们现在是四个国家、哦、分配每个人占领地，对占领地，啊，这个时四个国家对一个国家是主要占领全国，看一个主要而已嘛，一个什么人是主要占领全国？是美国。因为为什么是美国？因为那当时、哦、波兰有一架飞机啊、哦，劫机啊来招来柏林，啊招来柏林，啊在军事法庭要开，啊被军事法庭的时候，因为美国是主要占领全国，所以由美国出来主持啊，两个三个国家啊派代表啊来这个参加这个军事法庭。所以美国是台湾的主要占领全国，而且主要占领全国啊，他要负责主要占领全国的责任。这就是是安怎，咱控告美国的时阵，伫迄个高等法院有一个辩论庭啊，真趣味。迄辩论庭的时阵啊，伊原来美国的国务院是甲法官讲吼，我们已经用了《台湾关系法》甲《中美共同防御协定》，将这两个协定来取代了《旧金山和平条约》。
所以美国法官甲问问迄个国民的代表，迄是哈佛毕业一个查某的律师，那个很精明。伊甲问讲：“那我请问你，旧金山和平条约是不是已经失效了？”甲读啊，读这句话啊。啊，迄个律师听着全硬去，因为读法律人伊足清楚的嘛。啊，唔知咩啊回答，在语言时阵啊，法官讲。来啦，我帮你回答好了。旧金山和平条约在今天仍然有效。喂，麦克尼啊，麦克尼啊！旧金山和平条约，我讲旧金山和平是咱大家吼耳能，哎，目睭一定爱听见啊，随时咱讲会出来，因为咱的救命就是旧金山和平条约啦。旧金山和平条约来讲啊，真清楚啊，就是讲。美国，你是台湾的军事政府占领，啊！你这无代无志，交予中华民国来替你来占领。啊！你占领要占偌久啊？你本来讲这个占领国际法的规定是讲，你要占领当地的这个社会呐，从很平定的时阵啊，都要行啊呢。我们现在有没有很平定？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有啦，那也无。你啊看，咱这边个兵，咱都无提刀，无提枪啊，安都无平静。咱刚才直接去上课呢，用上课的病毒啊，安尼不平静，所以呢，美国，我们很平静，我们来要求你爱将中华民国给载了走，你安那个载了，安那载离开嘛。所以各位，我讲你讲，你现在不要跟中华民国当面直接面对面的对抗，你对抗啊，你也吃到眼前亏啦。啊嘛，伊是管辖权嘛，伊管辖权有武力嘛，有警察嘛。卖讲有军队啦，因为军队美国即摆要甲提调嘛，伊有迄个武力啊，就是伊有即个警察嘛，啊你无必要去甲伊警察对抗嘛，所以有真侪人哦，哇，即摆开始就哇，我要交税金，卖啦，啊我要做兵，卖啦，83年到以后啊，都免做兵啊嘛，已经足清楚啊嘛，但是呢，伊讲要叫你做4个月，即我嘛你会甲反对啦，你拢将我当作黑蚂蚁。啊！这工好康啊，拢你红蚂蚁去摕，啊！我黑蚂蚁拢来做工，无迄个代志。所以我常你讲吼，伊即摆有个人会甲你讲吼，啊！即摆社会足安定诶啊！啊！你们在搞什么？哇！社会不安定，你中国人都占我们台湾人的便宜。你有你好，因迄个龙总看病免钱，小看病就去挂大医。啊！伊娶某，伊若翘去，迄个某就搁领半薪。当然也是啦，我怪哟，安尼讲公平，一句话都无公平呢。难民营应该有难民的待遇，难民营吼，人讲啦，我哋去做人个，你若去做人迄个家的迄个朋友吼，要讲底饭，人是不能讲的啦。做人的迄个人客吼，要底一碗饭的时候，嘛爱客气干面，吼，八桌只是要搁加底一碗饭，嘛头爱累累，头卡一束啊。啊，唔是呢，伊即摆吼做来做咱的人客呢，伊要食就要食呢，迄规盘拢甲芳芳去呢，啊，咱敢会甘愿？才细声，会甘愿无？未甘愿啦，我甲你讲啊，好佳哉，咱大家未甘愿，才来受训啦。啊，你嘛听听的吼，你当然爱讲啦。我甲你讲哦，我讲一摆哦，我无叫你提武器哦，我干呐拜托你是怎无用你的嘴？你有嘴无？有无？才试一下那样啊，有无？有吹牙酒，对啦，好啦，我讲拜托你用嘴去人讲，安尼好唔好？啊，你别讲哦，你别让空嘴无舌呢，你爱听呢，爱买册呢，啊有买册牙酒，啊好，啊无册，啊佫食着无买，啊你像拢天才呢，天才牙酒，你天才哦，真系个好啦，你天才啊拜下哈，我讲真正你买册啦，我无你甲你骗啦。因为吼，你买册吼，你久，搁较久，你嘛看会到，啊，这是非常的要紧。我搁讲一摆，你无读册，你不真正无多讲。读册你都无多讲啊！你讲去读册了，无多讲。台湾的地位真深就深一堆呢，是我这么要跟你讲的。1952年的4月28号，旧金山和平条约生效。生效的人有人讲。生效啊！安尼占领袂离开，各位，占领只要要离开，伊毛规定呢？
第一就是讲哦，当地很平静、很安全。问题是中华民国定你甲你讲哦，不平静、不安全。你若做啊，你乱，伊就甲你讲你不平静、不安全。啊，所以你无要乱，我就定你讲，你不要去中华民国，咱不来盖对抗没有用。过来，你的选举，迄选举对咱台湾的伤害有够大呢，无大呢。你叫伊讲啊，我卖选，啊卖选，啊，让中华民国和这国民党拢掉了了去啊。各位，就是要中国国民党给他们都调了了，不要紧。你若投票率不到 5%， 不是 50%， 49%， 美国若没站出来，我的头团会动给你做压制。但是20几%，咱要说很难呢。咱现在投票率超70%而已，只有70%，要再叫说，欸，拜托拜，别去投，别去投，哦，这20几%你就很难控制了。啊啦，台湾人的本性啦，白波族的心吼拢真软啦。啊，都阮走隔壁吼，啊，人普通时来吼，啊，人三万加三万啊，啊，人去选举来等伊一票啦。你有安尼无？你啊，拢无呢？讲白菜呢？讲白菜面也袂红。你无安尼？你绝对是安尼，我甲你讲，对不对？好，啊，来，目睭开开，目睭开开。这边穿三了蔡英文的，请举手。好，哦，这样这样，龙林家害啦，龙林害啦。啊，穿了马英九的，请举手。好，哦，这样，伊无害啦，伊穿那是算对的呢，无穿是正确，100%，迄是对。卖假骗啦，卖假骗啦，倒废票。选举的人哦，偌颓！我跟你讲，你去甲邓平哦，伊阁摕30块呢，你有通想到？啊，政党50块呢，夭寿哦！去投票，你就了时间，阁坐计程车，阁去了30块，超够唔甘愿呢？啊，你中华民国若继续落去吼，啊，你台湾就死啊！这么简单的理论，你拢听无呢？波罗的海三小国，苏联占领，苏联改办总统选举，人伊200几万人讲。我们不要去投票，无甲三成。刷落去，波罗的海三小国的人民，那个民进路出了基本总统选举，98%，转99%去投票，安尼全世界承认，苏联嘛甲承认，安人伊个国家起来，咱唔是同款，咱不一样啊。伊都咱台湾人哦，很容易安那，人讲哦，一句话叫啥，好骗安那，歹嫁。但是我甲看，今日咱在座各位未歹教呢，对不对？干物呀？我有一点不放心呐，啊。恁唔相信哦？恁哦？恁哦？唔相信？恁行出去外口哦？你老袂记得啦？人来去甲伊讲，明仔要选举呢，要一日游呢，免钱的呢，搁送一个便当呢，搁有毛菜呢，啊，你歹去？啊，你歹去，你歹去？啊，你来去哦？你来去哦？去了，即摆选举啊，伊讲，少年呢？啊，顶回你一日游，你刚摕两个便当，你袂记哩？啊，佫送你摸彩，你佫摸着甚物大奖？啊，你免去人登一票。国民党即摆严苛哦，伊即摆用安那呢？来，你袂登票啊，会使？你的身份证拢先交我。甚至安怎？伊若特别是绿色真深的吼，伊拢讲啦，先给你钱，你买偌济？5000给你。选举前两工哦，你身份证寄我遐，寄两工。卖好你去等，伊即摆拢用这个澳博呢。坦白讲啊，即摆蓝绿拢伫买票啦。台湾事实上没有蓝绿的问题，台湾哪有蓝绿的问题？咱去用分去的。咱台湾哦，台湾甲外国、中国人甲台湾人，按两种人俩。咱哪有迄个蓝绿？没有蓝绿的，所以你唔去用骗的。去外口讲，我是绿的呢，迄笑的，你绿的。你偌叻？你台湾啊，你叻个？所以唔能用分歧啦。后摆拢讲啊，咱拢台湾人。当然啦，你即马伫外口所遭遇的问题很多，我知影。我嘛真同情，但你爱学我，啥物人甲你骂，拢极无看，无听的。我若讲，干那要听者，我会气死。我的罪状已经100几条呢。迄人甲70几条，我讲吼，若敢骂甲100条的时阵，台湾都会当
主题啊啦，吼、哦，遐你妈遐不管啥物牌啊，吼、哦，马上加嘛，两公甲变做100块2条。各位不要紧，反正皇妈也袂死啊，对不对？对，对不对？对，对啊。所以你嘛爱同款，爱会堪咩皇妈？啊，你若皇妈，你爱甲变，你要变的时阵爱看啥？爱看册。你若有道理，会记得我甲你讲一句话。法律的物件去到对拢会通，你若无法律，拢用感情，你就死，安尼好不好？好。法律会记得法律，卖讲啥法律，这个法律非常非常的重要。你若有法律，你去到对，你要跟人讲啥拢会通。你若无法律，甲对你拢未通。卖跟人讲哦，啊，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啦，台湾是要主权独立做的。你含讲公投，你就袂使，你有主权，你想就知影。但是以前你拢唔知影，你今日来遮读册，你敢若会记我甲你讲一句话：中华民国甲台湾爱跳开。中华民国是中华民国，台湾是台湾。当你报纸内底看讲中华民国，你尝试着将台湾甲囥喺内底。啊，若看到台湾，你将中华民国囥喺内底。例如，台湾又与某某国家断交。啊，对不对？当然不对嘛。为什么？台湾从来没有跟人家建过邦交嘛，是中华民国跟人断交嘛。啊，有清楚不？所以哦，我跟你讲哦，哪卖报纸拢写台湾呐？啊，哪因好的拢是中华民国？你甲注意甲看。但是最近哦，马英九开始我看有反省啊，伊即马开始讲中华民国呢。啊啦，因为伊即马再不保持他中华民国，阁无偌久要予咱甲赶出去啊！所以你想看卖啊？你无武力啊，这个中华民国你要甲结束？知影举手。啊好，啊你有上你有上过以前有上过课的款哦？我甲你讲吼，我直接摇啦吼，我逐摆你用拢足准的哦。我摇予你听，马英九有一天。美国直升机会下降，马英九请上飞机，再见。当时美国也宣布，台湾民政府、台湾政府在纽约的那个办公室迁回台湾。同时，咱这受训的这些人马上接掌政权。那当阵台湾政府就成立了，安尼好不好？这个日子。他刚好接受那个天风电视台的专访，我说、哦、我告诉你，三立给他访问，我马上说，我告诉你，我们台湾民政府、台湾政府慢的话2年，快的话1年，一定接掌政权。这天风电视台哦，那主持人跟他说哦，你讲话这么肯定呢，我是100%的肯定。因为我很清楚的嘛，因为我每个月都有跟美国在联络嘛，我哪不知道，我很清楚。问题发生在哪里？我们的人员不够啦，我们的人员不够、哦、所以呢，我们的人员就照美国的规定，人家说每一次从疫情开始都要150个去受训，我就很轻松的啦，半年我就解决了、啊、不是呢，从我开始咯，10几个啊呢，20个呢，啊，议长也好，咱的总理也好，咱这干部哦，哇，足辛苦的呢。但是呢，没有一个人很累，没有一个人说啊，我不干了。除非迄个人，你把咱家是有目的，有啊，嘛有一挂人来有目的呢。啊，我跟你讲，国民党袂派人来吗？会，民进党会派人来啊？会。国民党甚至伊个调查局嘛有派人来，啊，我拢清楚啊，你讲免烦恼，我都非常清楚。甚至呢，美国都会甲我讲，哎、欸，这个人要注意，这个人要注意，这个人要注意。我袂讲假哦，但是免烦恼，你若本身很坚定，我们很需要你。啊，所以你不管你是共产党也好，国民党也好，民进党也好，独派也好，你来遮受训，我们欢迎。我们绝绝对对展开手臂，100%的欢迎你。因为你听这个论述以后，你若卖有迄个
成见，啊，是那边你卖个有些偏颇，我相信我这个论述是全世界拢会当遵守的论述。啊，这个遵守这个论述，全世界拢安尼行，全世界就非常的和平，全世界也变作一个真好的一个世界。当然啦，哈，中国共产党到今日为止，我估计啦，中国共产党虽然还袂乱，但你听好清楚，中国共产党什么时阵会乱？你要知无？这细声我不爱讲。你甲注意看，这世界你拢不要分析。咱台湾是什么时阵开始改变？台湾的改变就是当我们的收入达到3000块美金的时候。开始改变，日本也是同样，东南亚同样，中国不会例外。当他的人民的收入年平均3000块美金的时候，那当时人民他要赚钱比较没问题，要有什么吃，那时候就开始思想会活化，会改变。现在多少钱？他现在还剩多少块？差不多要2000块，所以你甲看，习近平也真歹做，伊个两难呐、啊。第一，伊若讲予伊经济爬起来，予伊老百姓达到3000块的时阵啊，伊这个国家一定产生问题。迄个时阵，老百姓会站起来，我来食袂饱，啊，你来食还较饱。你看中国吼、哦，伊遐干部哦，拢是好几亿的富翁嘞，但是伊个干部你有注意无？每一年，迄、那个前几名的名单拢伫变呢，变来变去，因为呐，伊共产国家、中国国民、中国共产党啊，中国诶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内底啊，到今天为止仍然禁止私人财产，所以伊讲什么人有钱，迄种假，迄种是寄托在公家诶公迄个公共的内底，拢是。集体的这个内底，不是伊个人的迄个副业，所以我跟你讲，即马有真侪人伫要讲哦，当时上面会崩哎，会崩裂啦。我直接说，听我跟你讲，3000块美金，他只要一达到3000块美金的时阵，诶，收入啊，年平均收入啊，3000块迄个时阵开始，中国就会开始分裂，而且里面会暴动。待完了、啊。现在很主席年收入是已经降到差不多很坏了，好在呢我们这个论述出来，阿比说呢认为说我还给你骗了，要给你帮忙，你自己去建立你的政权，啊，你要照美国的要求去对做，这样的时候呢，我跟各位说，我们台湾这天、啊、很快就到，我跟算算了、啊、慢两年近一年，因为美国开的条件我们要完成，所以咱即马是两个条件，第一个就是4000人的国际班的训练，第二个41班的身份证。这个41班的身份证是安怎算？你敢知影？这个41班我算给你听，这是美国的，伊的公式是安尼。现准是全台湾有2300万人，中国人流亡在台湾的中国人超过300万，所以才有2000万。这2000万人内底，哈、哦，这2000万内底认为讲我是台湾人，嘛是中国人的，有占一半。另外一半就是咱在座遮的，认为讲我绝对是本土台湾人，我是 People of Taiwan， 1000万，所以台湾是属这一千万的人的。台湾这两年啊，的选举的时阵啊，伊的平均这四届选举平均伊的投票率67%，所以1000万乘以67%都要670万。那70万的时阵呐、啊，哈、哦，670万内底，这个也做有诶有投票。一投票，有诶无投票嘛？啊，再搁扣扣诶，啊，搁乘以迄、那个南苏丹哦，伫要独立诶时阵啊，联合国改规定讲，你要12.25% 诶人去投票，啊，我就互你独立。啊，所以675万啊，搁乘一半，因为男女嘛吼，一半了，搁乘以12.25%，安尼拄啊41万多。所以美国讲 OK。你若有41万的身份证，我就健康行李。啊，现在台湾民政府也不是诈骗集团，因为中华民国给你背书啊。啊，你还不敢申请身份证，很奇怪呢，真的很奇怪呢。啊，你的身份证申请要做什么？啊，很简单，
你讲你要哪证明你是台湾人？你有法度证明你台湾人吗？你无法度呢？你讲我台湾人，阮老爸老母拢台湾人，阮阿公阿妈拢台湾人。哇，恁阿公阿妈是日本人啊，唔是台湾人啊，是日本的台湾人啦、啊。日本人甲日本人的后生是应该是什么人？日本人啊，啊，这你唔知吗？啊好，美国人甲美国人的后生是啥？美国人，这知无？啊，日本人甲日本人的后生是日本人。啊，中国人甲中国人的后生是？啊，中国人甲台湾人的后生是？中国人。为什么？有国籍甲无国籍的人结婚啊？国际法的规定啊，爱有国籍啊。对一个有国籍，伊就歪伊啦。老爸有国籍，歪老爸；老母有国籍，歪老母啊。所以大家开始烦恼啊，嗨啦！阮家有足侪拢是甲中国人结婚的呢，免烦恼。咱的公民权利法案，美国老早就有写，六年啦，就甲你解决啦。但是这六年内，你唔是家己解，每件拢解决咯。你都爱过宣誓效忠啊，敢那袂是绿卡共款啊？你美国，你唔是讲去美国就变做美国人呢？共款呢，都爱排队呢，爱经过十年呢，六年已经算。对你优待啊呢，很好的呢。啊，所以你吼、哦，你若讲是中国人，你唔通讲台湾的歹话。你若讲台湾歹话，有人甲你检举哦，啊，甲你做证啊，歹势，我甲你讲，你就过两年。啊，那安尼落吼，所以后摆都爱 T W 的人，就是本土台湾人才会当做官呢。啊，你若不是 T W 吼，你袂当呢，你敢有居留权呢？这是咱的规。啊，你讲哦，哎，安尼不好呢。啊！你就中到李登辉的计，李登辉就蔡英文讲哦，我们要给中华民国空间。啊！你看到鬼？啊！我给中华民国空间，啊！我的空间在倒？你台湾人的空间在倒？你家己无空间，你家己都唔知影呢。所以李登辉，尤其是民进党是安那成立的？李登辉这个帮忙这个民进党成立，迄当初蒋经国和迄个民进党在迄个宜山成立民进党的时候啊。上出的钱，国民党出的钱呢？伊给你人，啊，佫给你啥？给你钱呢？你啊看现主席，遐所谓的新潮流，遐拢是去当阵蒋经国佮伊安排入面的。伊佮你讲的呀、啊。谢长廷唔是去换伊人家人伊讲过吗？人家讲啊，调查叫他讲啊。迄本册叫啥？人民公敌。啊，全民公敌调查局写。写得真清楚啊！一个给你二十万啊！哎，迄张二十万偌大，你知不知？二十万听比一栋透天的厝呢？给你钱，给你人什么人？伊讲啊，这拢足优秀，这一排拢足优秀，唔是讲恁呐，表面啊，哈，足优秀的，家己民进党，哦，啊，这是新潮流啊！啊，所以每一班人到关键时刻啊，啊，这人就跳出来。我冇想着讲吼。国民党啊，或民进党，可能买人潜入到我们里面啊，关键时刻啊，啊就跳出来了。好佳哉，我查那真好，我那查那真好。咱很主席，台湾民政府还在军事管理之中呢，那是军属政府管理啊。美国军政府还在管辖台湾呢、啊，所以军政时期没有选举，对不对？对。你拢知影嘛？所以老人跟你讲哦，啊，你民政府拢无民主啦，拢无选举啦，歹势，我还佫军属政府嘞。指派，派了就算，只要美国同意我就好了。因为占领者的意志就是命令。我讲这句话啊，你看想看咩？有台湾发生足侪代志，拢是因为这句话。当我现在不方便公开讲发生了什么代志，但你也给我讲这句话。占领者的意志，啊，你若无，你若唔甘愿呐，我讲不算，而过来啊，搁剪一摆啊。咱敢会堪要阁建起来？你若建树，但建树毋是建小哦。建树的人，你嘛有你的人权呢？打败仗也有人权呢。所以美国，我敢告美国是告啥？我打败仗，但是我无人权，我无护照，你要发护照给我。所以咱伫《华盛顿邮报》，伫美国总统就职的1月20号的纪念刊。1月21号，甲定一个发，哎 ，You must do it。有看到这篇牙签？啊，好啦，无啥人看啦，啊，不要紧啦，因为那是英文的啦。
哈、哦，英文的啦。啊，所以呢，咱话伫迄个咱的网络顶边吼，啊，有迄个日文公布，即摆日本人嘛，甲翻译做日文呢，哈、哦，即 you must do it， 原版哦，这是原版呢。美国总统，我甲你保证，100%一定有看到，因为是《华盛顿邮报》啊，即、这个《华盛顿邮报》印500,000份。包括美国甲所有个国家194个国家的元首拢有看到，因为迄是报道美国总统伊上职的经过情形，啊，甲伊个施政的代志。咱台湾订立这个顶关，迄华盛顿邮报的编辑甲咱帮忙的，啊那帮忙，伊看到咱下架的物件，他们表示非常同情的。伊讲你台湾人来遮可怜，我拢唔知。我都无法度啊，卡麻啦，袂走啦。我逐摆都要讲这句话。啊，恁知影这个故事啦吼？迄电视的广告啊，足有名的。我逐摆看到这个，我就爱笑。我知影，迄贵姓的，迄贵姓，迄阿伯贵姓呀？嘿，迄演员贵姓呀？哈，伊火灾嘛吼，火灾嘛。啊，迄、那个消防人员甲救出来嘛。啊，记者，迄腿下面的白板啊，甲问讲哦，阿伯，阿辉在你内外走，我卡嘛是免他走，赶快嘛，咱台湾人，不是卡嘛啦，咱台湾人无护照，是安那，我不是中华民国的人嘛，啊，我是免他出去，所以美国讲哦，Roger， 你要来谈判，我免他走，我免他去，派直升机来。哦、我昨日有跟您讲过嘛，所以今日呢，咧台湾人吼、哦，实我想着足可怜的，都爱一讲讲咧顶报都爱予美国看，予台湾人看，台湾人看无呢？我甲写讲吼，安尼你变来证明你是台湾人，答吼、哦，阮老爸是台湾人啊，所以我就台湾人，你看着鬼，恁老爸台湾人，你就不一定是台湾人，我甲你讲，你来看吼、哦。你的护照 Republic of China， 你无读过英语嘛？无要紧，刚才听了 China， 你嘛中国，中华民国。你的身份证，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，有无？有无？你敢有写台湾？无呢？你连公民都不是呢？你敢若国民尔呢？啊，国民是安那来？我等一下跟你讲。啊，过来你的钞票，为铜板开始，一角银的铜板，一块的铜板。甲1,000块的、2,000块的，拢写啥？中华民国。你免证明你台湾人，你没有机会，你也没有能力证明你是台湾人。所以你要去美国的时候，海关给你挡起来，讲原籍遣返是健康的。真侪人叫原籍遣返呢，要甲遣返的时候啊，听伊讲啦吼，不是听伊讲啦，有两个吼，咱我伫啊做中华学日演讲的时候。两个人走来听，因为我去调2点钟久啊，啊要离开的时阵哦，海关公甲我讲哦，啊你台湾政府得你发申请，你也不爱申请，嗯，台湾政府申请证，我讲的拢实在，我拢无讲白话哦，啊了哦，伊规家马上拢来申请，啊一分1,000哦，有够俗，1,000块咪咱台湾民政府收起呢，你不要搞错呢。你想看咩？咱国州的办事，嘛爱办事的费用嘛，敢不是？迄只算算得足公道。啊，中华民国一本护照就1,600块啊！啊，伊的1,600块的迄个晶片伫做哩啦，美国国家安全局甲做的呢，不是家己做的呢。美国国家安全局是有上一台，有一台较细台的机器，放伫中华民国的外交部，迄个是伊呢临时的时阵，要互伊做。大量的护照是美国甲做的呢，啊，咱收1,000，啊，中华民国收1,600，有够凶呢。因为咱若贪污，咱枪毙啊，总理唔敢贪污啦，所以收1,000啦，来，甲派出去。你无免甲惊你啦，咱甲你派出去，惊你。啊，多谢哈。啊，有新人举手，啊，手吧。哦，拢有新闻才来受训的呢哦。拜托哎，等于吼，大概就到三工啦，41万哦，即摆还佫差40万啦。
即马才一万人俩。我想着吼，所以咱即马干那存这个身份证尔啦，四千人啊啦，即即马速度真紧啦，吼，我估计才四五个月就解决啦。问题是迄个四十一万呐，四十一万，咱大家人咱帮忙到啥物款的程度？若讲咱今日有十万人吼，我就甲大家拜托，拜托拜托，一个人介绍四个人，啊，就四十万了嘛。但是即马一万吼，我总无可能甲你讲。一人介绍四十万、四十个啦，很难啦、啊，吼、哦！啊，但是不要紧吼，咱大家来拍拼，安尼好冇？啊，等于吼，一人上少吼，爱介绍几个？十个好冇？好个，野手。冇会拍到听，我先讲啊。好，不止好啦。因为吼，因为我但让酒抓，互你拍到听呀，我袂让伊讲你安怎安怎袂使啊，对不对？啊！你这你有受训啊！你有受训，你搁讲酒大伤多嘛不好，巴肚疼就好啦。吼、哦！你若巴肚疼的时阵，会记得；你若巴肚疼，迄天你得想讲秘书人甲你讲，我爱介绍十个，安尼好冇？拜托拜托。因为吼、哦，你若讲速度较紧的吼，阮遮就较轻松。啊，你免烦恼，我不爱做官，总理的工课，我已经总理讲几下摆啊。我讲头前我来拍拼，后边换你拍拼，吼、哦，大家轮流啦。欸，我足艰苦，你知唔知？当然，我这个艰苦，不是讲我无饭好食啦，哈、哦，我实在有饭好食啦。但是吼、哦，刚才在家里困哦，安尼即马过来吼、哦，咱即马刚才要加迄个课啦，就是讲初级班吼、哦，后个月，逐礼拜拢有课啦。初级班甲高级班吼、哦，甲交叉，速度较紧的，一礼拜一班，一礼拜一班，一礼拜一班。你要安那上课，你去看咱的网络。因为即马开始要管制人员，不爱讲哦，现在坐看那滴滴滴，我喊后边要看都看袂到，啊，不好啦。而且这款的受训哈、哦，做得太后面了哈、哦，坦白讲哈、哦，迄个做接受的程度哈、哦，会影响啦。这不是我们所需要的啦，咱所需要啥，差不多一百个左右就好啊，哈、哦，他每一期然后一百个嘛真紧啦，啊那百个哇嗨啦，不好啦，所以呢。当然，这摆你都来就来啊，无是免啦，吼，都袂当我甲你挂断去嘛，吼。所以吼，差一摆就好啦，吼。所以咱伊讲有滴开会讲吼，后摆吼，被这个人员要管制啦，吼，人员要管制，因为人伤济吼，那个效果都不好。啊，今日拄啊好，迄个洛杉矶有一个千峰电视台走来，看到伊惊一条呢，啊，普通班遮济人，这是国际班，普通班，阮普通班，遮济人贵个两百。因为一生话，因为他两百个啊，啊，食饭的盛况空前的，哈、哦、啊，当然啦、啊，这个咱要规定讲要控制人数哈、哦，你即马马上个规定也不行啦，可能会两三期以后哈，啊才开始控制人数啦。啊，食饭话呢要改善啦，哈、哦，食饭呢要改做伫六楼哈、哦，迄、那个有迄个两还有三四百平的所在来食饭啦。安尼呢，啊若食饭啊，可以有两条的动线，还是三条的动线。啊，就袂方排队排遐久啦，吼、哦！啊，本来足枵的，排开遐就袂枵起来。但是袂啦，我看大家拢足枵的呢，吼、哦！哎、啊、吼，我虽然遮时期吼，我拢食袂足济的，拢食一丝仔尔。啊，但是我其实吼，我目睭拢咧个观察讲吼，你袂歹呢，胃口拢袂歹呢。啊，所以你知影咱的受训哦，尤其是寒天啊，三天的受训哦，上济人重几公斤呢？三公斤。真的哦，三公斤哦，你不相信哦？你等于腿去量看麦啊！我相信你绝对拢会较大块啦，啊、哦，三公斤啊！吼、哦，希望大家吼、哦、加油啦！哈、哦，会当当更加好啦！哈、哦，啊，即马国家呢，讲到这里啊，就1952年的这个1952年的4月28日，旧金山和平条约生效。生效以后，中华民国伫1949年迄个时阵啊，10月1日啊，中国共产党伫北京政变成功，伊建立了。中华人民共和国，当时在这个南京啊，改起一个庙，没庙啦，起一个墓碑，那个墓碑顶管写得真清楚。1949年10月1日啊，这中华民国哈、啊、建都南京，而且未去个啥吼，埋葬在南京呢。所以中华民国是已经无个物件啊，全世界相信有中华民国，干那你台湾人俩，干你台湾人。啊！你啊看，我已经讲过哦。以前日本时代是这个叫做美国来轰炸台湾，美国是台湾的敌人。啊，中华民国、美国是同盟国，
所以中华民国嘛是台湾人的敌人，这没有问题嘛。啊，你今日摕敌人的帽啊，戴在头壳顶，用中华民国的钞票去替中华民国做兵，拢不正常，也不对，这违反战争法。所以有人你跟他问讲啊，拜咱战略是要安怎较好？我跟你讲要安怎，你听清楚。我希望美国继续占领。啊，有人讲啊，你这这无志气。啊，美国占领我们就没有说不对，占领不得移转主权呢，你不要搞错呢。啊，一占领对咱有什么好处？很简单嘛，伊爱派兵来嘛，替咱去徛卫兵。啊，过来，你免买武器呢？你若免买武器，你一年省几啊千亿呢？我敢若几啊千亿，我就请我啦，十八岁以上啊，厝起两间，互你住。我讲实在啊，唔免做兵，啊，读册拢免钱呢。为幼稚园开始读，读到博士拢免钱。我两会终于开支票啊！哈，开票开拍手。来来来来，阿伯生囡仔来举手。啊，两个人啊，阿伯生囡仔来举手啦，有机会啦，两会啦，终于讲的啦，阿伯娶我系啦，好。我要从两会开始，咱就要来读幼稚园 nursery school 两会开始，啊，就教英文啦，无教中文的，北京话无要讲啊。哦，汉字无要读啊，教英文。好、哦，安尼只。哦，他多他多啊！哈，那你啊，当时讲吼，我等下我卡蛮深嘞。啊好，咱来教免钱。啊，咱有真侪钱，啊，咱甲美国做生意都免交税金。你知影波多黎各？波多黎各1898年开始甲西班牙甲美国战争，1899年挂予美国，挂予美国以后呐，伊甲今日吼。波多黎各的人哦，哎，头脑比咱较好。伊安那，一死都不爱独立。美国叫伊公投几下摆，他都不独立呀、啊。啊，不独立安那，伊嘛不爱变做美国的一州。啊，那不爱变做美国的一州，伫美国宪法就是啥，美国的海外领土。啊，海外领土美国要照顾，所以美国军方甲伊讲哦，要是有这波多黎各哦，我今年一定要互伊独立啦。哎，伊要投票啦。啊，今年真正旧年哦，又通过啦，伊投票。投几下摆拢未过咧，啊！伊唔知用啥物奥博吼，互伊通过。啊，怎通过啊？都爱美国国会，美国国会啊！伊讲伊即马，伊毋是伊偏要变做美国的51州啦。啊，美国的国会爱同意啦。啊，恁台湾人有人戆人咧，讲吼，台湾人要变做美国的一州，无可能。啊那永远无可能，因为台湾是日本天皇的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，你怎么会变成51州？人家波多黎各是殖民地。殖民地挂号人仍然保有殖民地的特性，所以他可以。咱呢是日本天皇的神圣不可分割领土，啊嘛好加在这个日本变成日本的神圣不可分割领土，啊你这无和中国吞去，是好运呢，咱啊，上帝照顾台湾呐，啊神明嘛照顾台湾呐，所以你拢免烦恼。中国绝对无法度甲你吞，我甲你保证，我这天国甲你写保证书，用生命担保。因为安那国策法遮清楚，绝对袂去予中国摕去免烦恼啦。所以中国人讲来这里买物件，好买，继续买。我刚才要讲一句话，你看伊中国人开遮济钱来台湾甲你买物件，你敢捌看到讲咱的大楼去予搬搬去中国，捌无？没有呢，伊搬袂去呢。啊，咱来即种吼。你买哈，遐拢无尊重。哎、欸，那你现在无尊重？哎、欸，中华民国的代志甲我无关系。安尼好无？拍手。所以哈、哦，伊即马听了哈，明年哎，明仔载开始伊歪买啊。我无改变。哎、欸，伊拢你看呢，伊拢你看呢。哎、欸，我无讲，你拢唔知，你都袂晓怀疑嘞。所以我甲你讲，咱哦，按用智慧统治台湾，咱不爱用感情统治台湾。咱用法律来统治台湾，哈、哦，唔免用战争来统治台湾。即马波多黎各的经营，咱来甲做参考。啊，波多黎各伊拢变即马无大啊，已经变做美国，变做美国51州。伊若无变做51州哈，伊拢免缴税。啊，咱即马好占领，咱许多占领啊，歹势，占领免缴税。法律讲啊真清楚，这无我有通哦。伊若敢甲你缴税哦，我就搁甲告，对不对？哎妈！免交税，免做兵，啊！要甲美国做生意是在你做诶，
啊，你免交税金，啊，你物件做你较俗个呀，啊，美国免啊，甲你拼。所以有一天哦，好嘢拢台湾人啦，啊，佫免交税，啊，囡仔拢幼稚园开始拢免钱，吼、哦，啊，佫东欧个查某囡仔甲十八来只娶某，好、哦、啊。有啦，有录影啦，有啦，有录影，你别烦恼啦。那咱家拢录影啦。我若敢讲的吼，我若敢讲话吼，我来给你负责任啦。当然是直播啊。全世界拢在看那只，咱每天有几万人在看，你知道吗？三万人呢，过年拢在休困哦。哇，我涨起来狂嗨啦，拢三万人啊，搁起哩啊。即马愈来愈侪人啊，各位，足侪人爱听咱的课，因为咱讲拢是真理，啊，你对不对？所以。台湾有一天一定会出头天，这个出头天就是台湾民政府、台湾政府。台湾政府、台湾民政府在明天要挂牌。咱的大楼哈，迄、那个恁等下咱翕相的所在哈，恁后摆来上高级办，你就看到顶悬挂台湾民政府的招牌。台湾民政府的招牌后壁有当时发起的228个各美国的名单写在后壁，那是永远的纪念。当然，咱在座哈。不一定有机会啦，恁袂恁付袂着嘛，2006年，啊好在恁付袂着，啊无恁还了10,000块呢，啊不管呢，咱10,000块，咱永久留伫遐呢，伊这人个台湾的缔造者，各位拢是台湾革命的先行者，对不对？安尼欢迎我，含金来做你话，革命的先行者，我阁讲一摆。我不希望你们去当革命先烈，要当革命先行者。哦，各位，你想看嘛？刚才上课三天笑笑的，让当革命先行者，偌幸福都好啦，太幸福了。所以，但是我甲各位讲哦，即马开始要来上课啊，无遐简单啊，爱叫排，爱叫排队的，因为吼、哦，咱即马遮侪人啊，无多，啊，咱啊总理才一个尔，啊，别当变两个啊，吼、哦，啊，二弟嘛是一个尔，哈、哦。啊！但是各位，你也知影就是讲吼，你即马来这上课，你买我像分给你遐册哦，你一定爱看。我甲你拜托，你爱看。啊，你吼、哦、爱上网去看，因为我国较高讲两点钟后，我无多隆重的详细讲给你。这个国际班我要甲你讲吼，台湾真正地位是变哪解决？我讲台湾的地位变哪解决？台湾现主席是占领还是托管？你也看，你也看，你也看，你也。后宫占领，后宫托管，我讲法律上是占领，但是实际上是托管。啊，但是即摆联合国的托管委员会已经无去啊，没有托管委员会啊，啊，所以又不是托管，啊，这边啊，所以呢，我有两篇真深真深的文章，伫外伫咱的网顶，第一篇叫做《台湾解答》，迄篇哦，你若读三摆，你会晓的哦，我头读给你做伊阿姐啦。读三摆，你绝对无多了解。啊，搁一篇叫做《台湾处分》，你嘛爱读三摆。啊，读太了，我搁写一张批讲，咱吼、哦、本土台湾人的一封信，你也去读。各位，最近吼、哦，我心情袂歹，因为要接到捐款，所以呢，心情袂歹的情形之下，我就愈认真读。我伫遮上课以后，逐天拢在读册，所以我唔捌出来外口。你绝对伫外口，你袂通看到我，因为我拢在读册。我咧研究这个问题，所以呢，我研究这个问题，我感觉咱台湾一定会当来解决，咱台湾真真正正我都来解决，因为即嘛是不只讲我之下，含美国国防部的智库拢爱甲咱讨论，因为真正有研究我接触的哦，无几个人。各位，咱是第一名啦，对不对？安尼啦吼，等下咱总理。咱总理甲迄个议长吼、啊，要来做迄个上迄个最后的一堂课。闭幕的时阵会记得吼、啊，台北台中州甲高雄州两个州先翕相，啊，甲迄个妇女总会这三个组织先翕。啊，剩的呢会当先整理行李，但是我甲你讲，翕相真紧哦，5分钟就解决了，所以你唔通迷糊啊。啊，同时呢，有甲你啊，迄个计程车有甲你准备。上好四人一组，啊！你若无翕到相哦，你会后悔。我先去跟你讲，你一定要照相，哈、哦！一定要照相，你莫着急，一定莫急要转去啊！艰苦就艰苦三天啊！
啊，翕上五分钟你未通啊，小等嘞，较慢嘞。啊，我讲一摆，听伊讲啊，我听伊讲啦吼。咱个卖迄个卖书的小姐，你甲我讲啊，讲今年吼，叫即支足奇怪，拢无你买台湾民政委旗啊。恁是不爱台湾民政委啊？即支你外口敢买有？对支你知无？什么中医去后壁讲？即支啦。这个是台湾民政委旗啊啦，那不是我的错，你要看书啊。过来，啊，我无多边纸上来边传乐，我没有钱可以送啊。来，这个是哈，美国军事政府占领台湾旗啦，那要单独买一支哈，要300块。啊，两支做一卖250，一支变成150，歹势。啊，我即摆是那个工商时间、工商服务时间啊。我足不爱卖物件，因为吼，我甲你讲吼，我不爱吸着钱啦。我就有两个事情不碰啦，钱跟女人，因为吼，女人会被所谓派甲你抹黑，钱也甲你抹黑。所以你看，我们民政府到今天没有给你募款，真的没有募款，但是没有募款不是说很好样，大家第一天面都红光光的，真的耶。这个机器因为每一次做你也不要做很多嘛，本来本钱差不多这样嘛，所以呢，希望你们大家捧场啦，民政府的机器跟那个美国军事政府这样，这两个要买啦。美军在今年里面，我跟你保证，美国海军陆战队会到台湾来，最少有800个在 AIT。 你这支机器他如果来的时候你把它挂出来，不是很好吗？所以帮忙你好吗？拜托，谢谢，今天上课到这里。班长呢？起立，可以，哎，起立。